第二節啦。咁啊，另外嗰兩場嘅八強都係時候講啦。先講咗嗰場即係最仔對債主，係啊，債仔對主最富有對最貧窮啦，咁樣即係、究竟即係窮嘅窮得即係窮得有冇骨氣咧？呢場波有啊，發窮我咪捅你一刀咯，1-1啊，下半場追翻。講緊希臘對德國嗰場波，三大胡鬚嗰啲仲要係。咁其實成場波即係如果以上半場嚟講咧，其實德國隊咧其實都佔盡優勢嘅，控球率去到7-3嘅，其實就只不過話去到猜嘅時候，其實佢今場波路維已經用咗兩翼換咗做舒爾利同埋馬高萊斯呢兩個比較滲透內切入同埋滲透性嘅中場。去做呢、這個其實打出嚟效果唔錯嘅，只不過話中場裡面舒韋恩史迪加同埋奧伊斯其實有時候交波嘅選擇同埋有時候我會用形容為漫不經心嗰種呢，好容易交濕波囉，同埋引發到人哋嘅突擊，就亦都會係因為咁樣下半場所以點解返出嚟會1-1突然之間會有個1-1嘅突擊出咗嚟。嗯，係啦。只不過就話好彩基迪拉嗰下追得即係2-1個幾分鐘搞得掂，如果唔係我會相信就係佢成個形勢將會好被動落去囉。你哋點睇？基迪拉嗰球真係猛虎射河咁樣㗎喎，即係佢即係衝入禁區左腳嗰啲窩裏射爆個網頂。其實佢以前呢喺即係佢初速度嘅時候其實睇一個進攻中場嚟嘅，其實都係比較切入去，其實比較拿手少少，只不過後尾因為去到 U21 嘅時期已經開始比較褪後少少，同埋斯特加時期都會比較防守中場形式出現囉。其實你講呢樣嘢我唔知係咪呀，或者請教一啲即係踢波嘅朋友呀，如果打開進攻型嘅球員呢，再調返去踢一個防守嘅位置呢，即係如果佢有足夠硬朗呢，某程度上因為佢曾經喺進攻呢個位置上佢開闊咗個視野嘛，某程度上你打返一個防守嘅位置呢，可能有啲路數呢佢可以及早判斷呀，又或者係即係知道大概都係點樣嚟呀，咁會咁樣，即係其實你踢過波呀？係呀，都係，因為你平時你做進攻嗰陣時，譬如你之前係進攻球員，你進攻人嗰陣時，你嗰啲路數係即係你點講咧？估到你點樣做？你估到佢點做㗎？完全係估到你係會即係你做翻防守球員啦，你係會知道，譬如佢只腳喐嗰邊，你會知佢腳身會喐邊邊咁嗰啲，乜都會知咯。呢一場波我諗或者咁講，係如果係3-0啊，或者2-0咧，可能會係即係而家4-2咧。關鍵就係嗰兩個失波啦，咁我唔計個12碼，咁但係下半場輸返嗰球，後防嘅唔能夠緊貼對方任何一個進攻緊嘅球員呢，咁都係一個毛病嚟嘅。我記得嗰陣時即係點解話你失波要咁睇重呢，因為即係可能我哋杞人憂天啦、啊、但係嗰陣時我記得82年世界盃又係一開嚟第一場呢，匈牙利對薩爾亞多10-1嗰場波，咁匈牙利好掂啦，但跟住個領隊自己好擔心，匈牙利個領隊佢話：我唔係入幾多波唔係問題啊，而係關鍵我擔心失嘅嗰唯一一個波，結果跟住落嚟佢哋輸俾比利時，輸埋俾阿根廷。但係其實佢失嗰第一球呢，即係同之前嗰場友誼賽嘅失波呢其實好相類同啊，又係兩個中堅緊貼唔到對方嘅前鋒，所以造成呢個入球嘅。咁我覺得嗰球失波唔可以怪謝美保定，雖然佢都有責任，但係因為佢又見紐亞衝咗出嚟，佢冇理由大腳即係會一腳清咗佢啊，所以佢有可能有誤會同個龍門，所以嗰下就俾森馬拉斯鏟入去啊。即係都幾易擺烏龍嘅，咁你話食唔食得住佢心？我又覺得謝魯美保定咧會係一個大家會比較多啲針對性嘅一個球員。冇錯。其實佢相當快嘅呢、這個球員，即係佢包抄速度幾好嘅。其實我見到下半場有一下蝕咗兩個身位，一個回防追擊森馬拉斯咧，落地鏟咧，哇！其實嗰個快同埋靈巧咧係好緊要嘅。我諗謝魯美保定係撐啲經驗同埋嗰個唔夠穩定咯，喺場上表現，軍艦上場表現到啦。即係或者佢就係可能係我都唔知點啊，咁講喺啲防守5波。嗰個攔截嗰度咧，應該點樣樣咧？其實佢有依個能力嘅，而係佢冇個決斷力係，喂清啊，定係頂啦，定係踢咧？佢就係仲喺度諗，即係呢個決斷性，我諗要跟啲前輩學習下啦。佢就我自己好同意就係嗰兩個入球係需要即係斟酌啦。即係第二個入球就可能即係帶住一份就係覺得即係4-1啦，就開始有啲即係輕一輕敵咁樣情況喺度。同埋個12碼，你話係咁樣
波輕波打手，即係佢又唔係刻意手球嘅，即係轉身，都叫有少少唔好彩啦。同埋即係呢一場波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好明顯，即係盧夫咧，即係德國隊嘅教練啦，或者羅夫啦，即係佢而家去到呢一場波啦，仍然都好似即係我認為佢同西班牙隊兩隊都仲係未肯見真章嘅。呢一場波俾我嘅感覺，德國隊未上足力啊！呢一個係即係我自己嘅觀點。幾個球員係因為呢場波打 fit 咗嘅，即係我覺得係好有利之後嘅比賽。一個就基迪拉啦，啱啱所講。沒錯，一個就是南澳的信心回來那個入球，還有高老師呢，其實這個球員都挺關鍵，比如入一球呢，對之後下來的比賽，尤其是跟著兩場可能到落後啊等等的情況，真的要派他出場呢，其實高老師有個經驗在這裡。我現在覺得德國隊那個羅夫那個帶到整個成隊波的狀態呢，觀感現在這一刻挺不錯，而德國隊我覺得都今年是即觀感都挺強。即係大家都即係冇嘢講咯，唔係冇嘢講嘅，即係我諗下朱 Sir 有冇嘢講啫。如果朱 Sir 冇嘢講嘅話，咁我繼續講嘅。你講先啦。係真係唔該曬你啊！真係，喂，即係我諗咁樣睇咧，德國隊而家其實成隊波個進攻個流暢性同埋個運作咧，已經係喺佢哋嗰個國家嘅足球歷史嚟講咧，呢一種嘅踢法呢種模式係前所未有，亦都係可以話係，亦都係做得到，亦都做得夠好。咁呢個即係拜德國足球。限定每一支甲乙組嘅球隊一定有幾多係自家青訓嘅球員啦，即係喺刻意地去栽培一班人出嚟，而而家今日收到一個好豐碩嘅成果，再加埋你話雖然話多啲波蘭啊、土耳其裔嗰啲外援啫，咁但係嗰啲其實都係德國接受足球文化長大嘅球員嚟㗎嘛，係咪先？咁我都當佢哋係德國人嚟㗎啦，唔通你夾硬話佢兩年前係波蘭人，而家做德國人，即係你唔可以咁講話嗰啲係外援咯，我覺得嚇，唔係純日耳曼民族嘅血統咁解嘅啫。可以配合得咁樣樣，拋開咗一啲種族嘅成見，以至去到而家有呢個發展。其實所講緊由青黃不接到而家都只不過短短十年之間。冇錯，十年可以一個谷底大翻身，唔係好多國家做得到。你見八十年代丹麥嗰啲咁勁，借咗就借咗啦。匈牙利嗰啲四五十年代咁勁，借咗一路借到而家幾十年都翻唔到嘅。即係你冇得好講嘅。呢個有錢嘅國家嚟噶嘛，德國佢要做就做得到。呢個我開心睇到佢哋。無論係唔係真係咁純正日耳曼民族血統嘅一班球員上陣，都仍然有咁嘅表現啦。咁但係你話喺個穩定性嗰度咧，又的而且確唔及以前嗰班咁冷血嘅國腳。你話高拿嗰啲咧，以前冇錯，最佳釘人中堅呢啲，真係森馬嗰啲喎，呢啲全場零。近乎零失誤嘅球員，而家係好難揾得到。中場你而家你見到小朱其實個失誤其實比以前或者以前睇開我睇開分零師嗰陣時嘅失誤率其實高咗好多㗎啦。其實好勁啊！當年零六年，但你分零師你又冇小朱嗰種創造力，即係依樣嘢睇你要咩？即係等於你以前一代可能只係出一個列巴斯基，跟住會多個希士拿列巴斯基之前可能有阿羅夫斯啊嗰啲咁樣，但你而家同時間湧現呢啲咁技術型嘅球員，其實係幾難得嘅，我覺得係。即係好容易明記嗰點就係，即係其實而家德國嘅隊咧係湧現咗好多技術型嘅球員出嚟啦。咁呢一班技術型嘅球員咧，其實拼落嚟嘅感覺，呢一隊德國隊咧同以前嘅觀感咧唔算係好相似。真係好硬淨，或真係好即係同你即係要拼，要同你即係一定要搶贏你嘅波球員咧。其實觀感上唔算好多，即係侯姆斯都唔係嗰一隻。而家呢一班嘅德國隊咧，我覺得係即係一件好事嚟嘅，去到呢個層次，即係有一個提升喺度，同埋都好同意另一個觀點咧，就係話佢哋嗰個青年軍嗰個意識咧，就即係拉埋其他裔嘅球員啦。其實你見到即係。無論是謝利會保定啊、加納血統啊、基迪拉的摩洛哥血統啊等等的球員，其實全部都不是純正的德國人，但是夾埋埋嘅一隊波，其實俾人嘅觀感並唔係唔團結啦，都係可以做到啊！呢兩樣嘢法國都可以借鏡。起碼佢哋唔會內控先啦，係咪先？唔會搞冧隊波先啦。德國係今屆十六支國家隊裏面咧。平均年齡最細嘅一隊，一隊平均年齡咁細嘅球隊25歲多啲嘅啫，但係所擁有嘅經驗絕對唔係呢個平均年齡應該有嘅嘢。小朱拿姆04年已經嚟㗎啦，小朱同普魯斯基04年已經開始啦，歐國杯06年就加埋普魯斯基啦，係咪先？再加埋你而家08、10年嘅世界盃，多埋 TM 嗰扎，根本上呢扎球員已經有曬咁多屆嘅大賽經驗。即係以這個經驗套落返一個咁年輕嘅年紀，基本上係
好到得人驚嘅，而家嘅德國話小豬嘅狀態可能唔係咁好啦，即係公平啲咁講就係、是，其中佢成季喺拜仁慕尼黑都傷咗一段嘅時間，好耐。臨尾出翻嚟，即係能夠而家呢一刻嘅表現就係、是、九場嘅比賽啦，有三個助攻，都算係幾唔錯嘅一個數字。即係我認為而家呢一刻小豬都 OK 啦，即係未到真係最 top three 嘅狀態。咁啊。咁如果希臘嗰度，你其實覺得佢打翻出嚟嘅反擊，即係尤其是沙賓基迪斯嘅反擊能力，其實即係如果對翻意大利，尤其是都係咁樣，佢如果假設都係咁樣打翻反擊嘅時候，會唔會有對德國整體嘅後防有影響？喂，你講嘅希臘都係咁，耳都要講講希臘嘅，我哋又唔可以完全唔提嘅。希臘始終今場波亦都係秉承咗嗰樣嘢，就係話上下半場個速率好似冇乜下降到，即係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希臘呢隊波係一種好驚人嘅發現咁解。我如果我要欣賞嘅話，我以佢欣賞嗰啲西班牙嘅快面精足球，我覺得希臘俾我解讀嘅嘢咧，我覺得我仲有興趣，係嘛？森馬拉斯嗰場，佢永遠喺前場嗰度控到個波落嚟嘅，佢可以壓到個波，等你班隊友上嚟嘅。四場波，我之前都有咁講過，佢每一場波仍然交足功課，而佢今場波爭取到個入球，我都係對呢個球員嚟講係一個。睇個肯定咯，即係佢自己爭取到翻嚟。呢一場波嘅即係防守嘅反擊，我覺得未係去到最好嘅，即係始終即係希臘都少咗個加拉高尼斯嗰個派牌球員，即係代替佢打呢個派牌位就係卡素蘭尼斯啦。冇錯，即係卡素蘭尼斯都唔算太差，今季表現都 OK， 即係有三個助攻，但係即係喺個成個質素嘅觀感咧，即係要做法板嗰個人，即係好似意大利嘅派路啊，即係西班牙沙維，即係去到呢一個位置，即係要控制節奏球員咧，今場波希臘係冇咗嘅。咁啊，我自己認為呢一個咧就即係唔能夠作準，就究竟即係德國係咪真係咁可以控制到防守反擊嗰個速度咯？咁可能即係德國對住一隊實力唔太強嘅球隊啦，尤其是上半場頭15分鐘，即係德國隊砰砰聲咁攻呢，嗰下真係好恐怖㗎。咁可能亦都因為太過即係相對地比較容易應付嘅對手啦，後防嘅少少鬆散甩流，咁輸返一兩球，咁呢個我覺得又進級算啦，畢竟淘汰賽又唔係計得失球率，而家係咪先？唔係個路，我覺得希臘個龍門係唔穩陣咯。那個斯費斯基個後備龍門，佢係好一開始未入第一球之前咧，佢有幾球已經係人哋射個波過佢已經甩㗎啦，接又甩，係咯。就派錢俾你啊嘛，即係個預判性做得唔係咁好咯。即係尤其是失第一球藍帽嗰球遠射嘅時候，即係亦都反映翻呢個問題，同埋佢對高空波嘅出型咧都唔係好好。尤其是第三球會見到就係嗰罰球斬出嚟，高魯斯一頂嘅時候，其實佢衝出嚟係打唔中嘅，完全打唔中嘅，又唔中波又唔冇錯。係咁啊！如果你講起門將嚟講，大家有冇發覺其實今屆紐亞某種意義程度上未受過真正嘅一啲嘅即係考驗，冇大家可能德國你話個實力高啦，冇見過佢高飛低撲嘅嗰啲場面喎。印象嘅飛撲啊、撲救，相對於保方啊、加斯亞斯嗰啲，就真係即係今次嘅表現係少啲啦。紐亞其實幾清閒嘅喎嚇，真係咁啊！嚟緊四強咧，相信咧對住嗰啲有冇睇到4-1之後嗰個畫面啊？就係佢攞住個波喺度玩熱身。啊，即係唉，咁啊，都唔好咁囂張啊！做人嘅嘢嚇，即係自信係有危險。咁啊，所以即係紐亞嗰方面咧，我諗嚟緊四強，以至到如果好運啲入埋決賽嘅話咧，咁啊，睇嚟係紐亞亦都有表演嘅時候啦。因為四強要對住意大利，意大利對英格蘭，我諗啊，真係。即係聚焦觀點啊，最嚴重嘅一場波嚟嘅，因為英格蘭啦嚇。咁啊，Gary 著埋英格蘭嘅衫上嚟啊。哦，咁始終都係要撐英格蘭嘅，即係你話個場面上英格蘭好似哇，好似俾意大利撳住嚟攻，但係大家都知道英格蘭個陣容係點樣㗎啦，即係預個。喂，但係呢一場好好睇過西班牙對法國 N 倍咁多，咁多 N 倍咁多。即係大家英格蘭球迷都預期咗係咁樣㗎啦，英格蘭。但係始終都係有一樣嘢啦，就係朗尼復出咗之後咧，其實幫唔到英格蘭有幾多嘅？呢個即係可能狀態問題係比較可惜，即係佢唔係差落朗尼，唔係差，但係個期望，大家嘅期望係立竿見影咁應該入到嚟，係應該可以改變到英格蘭中前場嘅聯繫啊，或者射同埋入波嘅責任，但係其實唔係做得太多嘢咯，朗尼即係由呢兩場波。
踢冇期望就係、是、即係最好啦。但係呢一場波我最失望就唔係朗尼，柏嘉係一個好失望嘅球員。誒點解咁講咧？柏嘉喺即係嗰個整個即係表現入邊咧，即係即係嗰啲好即係傳統典型咧，後邊一個自己即係掃波啊，好落力、好落力嘅球員啊。咁啊，但係去到尾咧。真心講佢誤傳非常之多，即係呢一個球員係去到即係70分鐘打後咧，已經出現好多誤傳。我相信因為係個戰術所限，令到佢體能下降得好緊要，先會有呢啲撲幹得好緊要，因為佢幾場都係幾場以嚟都係正選。即係柏嘉依幾場嘅表現咧，好似場場波都要佢捐十包血咁。哇，買即係仲有貨賣，其實都真係算好難得㗎啦。所以即係其中一個我想帶出嘅觀點咧、就是，就係即係點解我哋一開節目嘅時候講就係而家嗰啲即係三個全能中場樣嘢係咁重要咧，就係、是、要講一種全能性啦，即係、無可否認柏嘉係鐵血戰士嘅，但係你去到真係要對住強隊啦，你真係唔可以單靠呢一樣嘢。咁啊，其實幾年之內其實英格蘭出咗好多呢啲咁人，夏格維斯啊呢啲都係呢一類型嘅球員，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救到隊波咧？真係唔係呢一隻球員啦，真係要去組織，要去講組織能力，英格蘭係好疲弱嘅，即係冇一腳真係可以咧係好立體地見到一個攻勢好完整咁做咗出嚟，呢一個係好弱嘅。佢成個攻勢即係其實。今屆以嚟，英格蘭成個攻勢都係依靠謝拉特嘅長傳急墜落去兩邊翼，或者係死球謝拉特做長傳，令到佢中路去頂頭槌咁啊！其實即係你尤其是見到第一場對法國又係如是，瑞典嗰場對塞比卡魯爾亦都係如是啫嘛。其實咁啊，英格蘭其實喺場面上咧，呢幾場波咧比想象中咧好睇好多。嗯，即係呢個要讚，其實學神真係都要讚嘅。嗯，即係臨喺歐國杯開羅之前40日先至接手英格蘭，你想佢做得啲咩嘢出嚟？而俾到你呢班球員又知得咁多嘢，即係無論係邊個領隊都係帶呢一班球員㗎啦，唔會多啲㗎啦。再要喺臨埋門之前又傷林柏特又傷卡希爾，即係你仲想點啊？巴黎，即係你仲想點啊？即係我覺得實力係有所損耗之下有咁嘅成績，起碼入唔入四強，而家成12碼輸都叫一線之差啫，即係呢樣嘢係少少混啦。又講到尾，英格蘭我覺得算係咁。不過其實要擔憂嘅同意大利一樣，就係呢屆大賽之後迎接14年嘅世界盃，佢哋嘅命運係點樣樣？英格蘭今屆最有表現嘅球員，唔計祖克特，係泰利，係謝拉特，係柏嘉，喂貴庚啊，個個三字頭，三字頭啦，係啦 ，OK， 意大利嗰班都係。最好表現嘅卡斯辛奴派路，再老多兩年，我唔知佢哋會點樣樣噶咯喎，係嘛？即係補方都唔好計啊，龍門咁變咗，大家都係，但意大利仍然係表現出一種咧積極進攻嘅足球，甚至乎比10年嘅南非世界盃嘅時候咧更加好睇，更加有娛樂性。呢個係普蘭迪尼嗰個進進攻嘅嗰個執翼嗰、那個主導性好好強啊！可以帶到比利波，對波又能夠做到。意大利我開心見到佢哋咁樣樣，但英格蘭死啦，老嘅就老啦。新嘅一班上嚟又未接到，好似点解接唔到呢？即係个喂 Gary 讲真一样嘢，顶你个个几千万磅身价，呢班球员咁嘅身价居然冇人接到棒喎、啊、喂，但文杰嗰几千万磅好多系水分嚟㗎喎，係囉，呢个咪即係大家有计一计，即係如果你韦碧克而家系可以买返出嚟嘅话，你话值几多钱呢？但其实佢喺个场面上面所展现出嚟嘅質素又系得几多？和確特係咪高薪低能呢啲咁嘅球員？張伯倫就仲可以俾多些少時間佢睇下，係咪？卡路爾嗰啲仲可以俾多些少時間佢睇下。咁朗尼就係學似你話齋入到嚟都係咁啦，係咪？冇詹士米拿嗰啲勤勉之輩，即係英格蘭我幾等，即係嗰個所謂人才嘅斷層都幾緊要。我之前讀過一篇文章咧，話英格蘭足總咧諗住大刀闊斧改革個青訓咧，希望英格蘭能夠出多幾個美斯。哇！呢、這個講法都真係幾驚人啊！英格蘭出幾個美斯？英格蘭需要美斯咩？佢需要加斯居尼啫嘛。啊，老實講，加斯居尼嗰啲，跟住去咗金粟天馬係嘛？當放嗰時，唔係當抌嗰時。係，咪即係咁講。唔係，朱 Sir， 你咁樣講都有道理。即係個問題就係話。頂住呢班新價嘅球員，老嘅又老，新嘅又接唔到班，中間嗰啲原來又只不過拍到買人哋嗰啲級數嚟講，只不過平平無奇，我都幾擔憂，即係除非學神嚟緊執英格蘭個踢法都係咁上下啦。不過我覺得咧，英格蘭係粗鹽嚟嘅啫，佢自開鹽木雞嗰隻，因為你好 detail 啊，意大利嗰隻幼鹽啊，幼鹽可以點啊？可以釣到味出嚟，巴洛迪尼嗰粒鹽就係、是。
係咁，意大利嗰掉到啲味出嚟啦，咁啊即係屌屌嗰啲啊派路唔知屌屌啦，係咪先？好屌添啊！喂，意大利真係嗱喂，其實意大利今屆大家分析一下佢23萬大軍啦，冇一個逆風嘅嚇，佢全部都係逆位嚟嘅。係啦，卓基亞連尼嗰啲其實嚴格意義上嚟講，其實都又唔係逆位又唔係逆風，其實都唔知點擺嘅真係。喺咁嘅情況底下，開頭嘅352陣式係嘛，擺兩個假翼出嚟，馬治奧同埋卓基亞連尼 OK 嘅，上上落落唔係太出色，但係叫做可以穩固到兩邊，基本上你可以當532咁樣用。好啦，去到變咗442啦，改打由第三場分組賽開始。巴沙列迪同埋阿比迪，哇！佢可以係將呢兩個球員當逆風咁樣用，艾比迪個速度高啊嘛，盡量將個波運去前場，佢做得到呢樣嘢，佢唔花巧，但佢做得到呢個工作。巴沙列提咁係而家係嗰啲永遠係喺邊隊球隊都能夠惹人好感嘅球員嚟噶嘛，又型又有型，即係又上到腳，又交到波係咪？呢兩隻閘係最唔起眼，但係做最多嘢嘅喺意大利隊中。你冇辦法啦 ，Gary， 因為佢冇翼啊。係啦，其實你見到佢對英格蘭嗰場波幾多兩邊去？係啊，依啲咪高咯。即係意大利咧，即係呢一場波，即係特別可以俾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嘅觀點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即係蒙杜利和做嘅角色同派路有個分別喺度啦。即係派路好多時候後場做直線啦，咁啊蒙杜利和就好多時候即係楞住個波，可能佢帶嘅範圍係5至10碼度。咁但係佢咧就係、是、等即係兩邊嘅球員上呢、這個球員咧就呢一場波擺喺度就點解兩個翼位可以咁出色嘅其中一個原因，同埋即係前面嗰兩個球員一個巴洛特嘅一個係即係卡斯辛奴啦，兩個球員嗰、那個其實現位嘅程度係好強嘅，兩個球員都好多時候咧係一齊現位就磅波呢一樣嘢係幾好嘅，因為即係一個球員楞住個波咧，兩邊翼位好難楞到，即係好難衝一次上嚟。咁啊，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觀點啦。但係意大利有一個隱憂咧，就係、是、好多球員都現位出嚟，但係其實咧真係內切入去做攝入嘅球員係比較少。呢一個係意大利能唔能夠贏德國好關鍵，即係要真係攝入去入波噶嘛。但係派路呢對英格蘭嗰場咧，我嫌佢攞波又攞多咗，又攞多咗少少，反而拖慢咗節奏。有陣時佢係有啲波人第一時間要俾嘅，佢冇俾到，佢又兜咗個圈先再俾，即係慢咗。即係如果即係其實你咁講，即係話俾你聽，意大利咧其實係發揮得好。但本身唔係高得咁緊要，只不過佢哋發揮得好啫，即係去到一啲咧，少少方少少失方寸嘅時候咧，咪即刻交個波俾大佬，大佬就焗大㗎啦，大佬就派路啦，係咪先？即係冇辦法咯，即係始終你都交翻俾佢。另外一個例子，我覺得意大利幾得意嘅就係呢個老殘啦，巴洛迪利啦嚇，佢係手忙腳亂嘅，有時自己都。但佢有度好處就係佢又可以教到你啲後防都手忙腳亂嗰個好嘢啊嘛！大家一齊亂啦，嚟啊！佢拉開啲後衞嘅位置，其實拉得唔錯。呢個人真係，即係心理質素好高啦。係啊，即係佢對德國我都驚驚地。即係其實一個球員佢就好難嘅啫，呢件事千祈唔好覺得好容易。係一個即係咁多人嘅球場，佢係個年紀好輕，佢第一個射十二碼，行埋去仲可以笑嘅望住祖克特，即係呢一樣嘢其實真係接近黐線。呢個人講得好好笑，我都覺得。即係呢個人係唔係即係你仲要望住英格蘭？即係呢個樣真係好好笑咯！其實巴洛迪利已經去到一個出乎，即係如果你控制到佢咧，你真係意大利可以好勁咯。如果佢真係射入波對翻住祖克特，我諗佢擺個咩表情出嚟啫？即係我哋即係咁講嘅，即係喺我講嘅常規百二分鐘時間裏面啊，真係好。咁啊，巴洛迪利咧，我覺得嗱，就係、是、對比之下，英格蘭你就係冇連呢啲怪才都冇，係嘛？因為其實你講緊頂住嘅就係個個球員而家講話幾多萬磅周身，幾多千萬磅。咁有個球迷話韋舒亞得唔得啊？韋舒亞其實今屆我係希望個中場中路就韋舒亞拍呢個拍家嘅、我都好想睇，但係冇辦法睇得到。而佢個叫應力性骨折嘅呢個病咧，唔係一般嘅拉傷。係啊，即係有嗰日我哋踢完波嚇，同我哋啲隊友講，同我哋一位 Andy 嘅隊友講有姚明咁咯，姚明咁樣啦，傷開係傷啊！喂，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即係我哋觀望少少，希望韋舒亞真係能夠復出到之後，你睇睇佢咩表現先啦。即係唔敢下網段啊！呢個真係第一樣嘢係認同嘅，就係好似之前嘅論點啊，呢一年要讚嘅就學神啦。即係我認為學神係歷來嘅英格蘭領隊入面其中一個少數咧，係懂得幾時換人啦。呢樣嘢已經好難得㗎啦，英格蘭領隊入面即係見過幾屆，你都係點解仲換咧？都發曬火㗎嘛。但佢仍
仍然即係佢夠膽，起碼喺適當嘅時候佢會換沃克特換卡奧爾入嚟，可能質素唔係好高，但係喺嗰一段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嗰段就係英格蘭攻得最好嘅一段，就係佢啱啱放入嚟嗰段，係之後係維持唔到啊，但係起碼佢帶到個變化落嚟啊。呢、一個相信除咗學神之外，佢嘅助教即係加利仔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幾大嘅因素，因為加利仔以前喺即係講波嘅時候鬧到呢班球員即係趴喺度噶嘛，而家喺入邊教啦，真係好似有啲變化出嚟啦。但佢對意大利嗰場咧，我有啲唔明點解佢換走詹士麥拿，反而唔係艾瑞利楊格，因為詹士麥拿嗰場係有翻嚟幫波，就有去到波喎佢自己，反而艾瑞利楊格嗰邊就去可能就翻和確特個位啦。同埋即係艾瑞利楊格，即係始終佢有一範就係即係可以一個即係假身帶入大位射波，呢一範係即係其實英格蘭講真，你要去入波範數有幾多啊？即係其實佢都仲想留一啲範數喺度，呢一個係即係重心，我都同意咧，就係放走詹士米拿咧，係令到謝德同帕加更加吃力嘅，呢一個我同意。所以我覺得英格蘭即係八強出局都即係好合理，合理得嚟就即係令到球迷都好鋸，成件事都。OK 啦，即英格蘭嘅球迷都英格蘭要入波犯數又有幾多嚇、啊？真係即係形容得非常之好啊！嗱，如果係咁樣樣講法嘅話咧，有卡路爾啲高中鋒咧、大家覺得係謝拉特先喂得到俾佢嘅啫。咁點解淨係得謝拉特啊？即係話大家又要睇深呢一樣嘢。英格蘭係而家係慘到逼下冇咗之後咧，連兩邊傳中嘅嗰個能力都下降咗啦。呢一樣嘢咧，其實幾牙煙嘅。即係呢樣嘢要深究一下，除咗英格蘭嘅英超嘅聯賽越嚟越多技術流派嘅踢法，即係英格蘭而家係好尷尬嘅，本身有嘅嘢你只係能夠英冠英甲睇得到，英超睇唔到，咁你冇理由選到英冠代表隊去打英格蘭國家隊嘅，去到英格蘭國家隊又做唔翻佢傳統有嘅殺著，你有高中鋒啦，但係你兩邊傳中嘅質素下降緊啊嚇，咁呢個我諗學神咧，佢再選人要解決啦，佢選咗唐寧有冇上嗰陣啊？好彩。好彩冇啊，即係咁樣係囉，2000万磅㗎喇，即係講緊咪係囉，2000万磅你第二隊可能搵到啲好好嘅貨色啦吓。即係呢隊，即係但係英格蘭，即係我仍然覺得係算係咁㗎啦，即係算係咁、哦，我哋接受啊！大家聽我講過，我撐佢入四強㗎，咁而家都係射12码輸啫嘛，唔係，但係意大利係一路成個場面俾到我越嚟越大嘅好感，呢、這個亦都係真嘅。咁啊，你點睇？點睇嗰場四強？慘啦 ，Tommy 仔，所以我話對英格蘭德國嗱，我捧德國啊，大家睇到我啊，係嘛？但係如果德國對英格蘭又食住英格蘭噶嘛，但係對意大利，喂，講緊嘅依兩日大家睇報紙知啦，過往七次對壘歐洲國家杯、世界杯幾多啊？3-4喎。3-4喎、哦，意大利喎、哦、係。意大利3-4喎、哦。係意大利啫喎、哦，歷史係有人打破㗎嘛。喂，咁樣樣喎、哦，啊，即係希望係咁啦，即係等於話葡萄牙對捷克都係輸蝕啲，咪又贏咯，係嘛？跟住咩啊？法國同埋西班牙，跟住西班牙咪破數據咯。係咯，即係希望今年破啦。咁啊 ，OK 嘅，但係我覺得即係今年嘅德國俾人觀感係係比意大利更加好嘅，但係意大利不嬲都係俾人觀感咧，就係佢要係睇低佢啦，咁佢先係睇得啲好波翻出嚟嘅。佢越大鑊越墮落，越好波嘅，但係越大鑊真係會越墮落噶。但佢越好波喎又。呢樣嘢又冇衝突過，又真係咁，即係呢幾場波，即係俾我哋嘅觀感就係、是，即係而家越嚟越買少見少啦，咁樣咁即係我哋會唔會有個心水出嚟啊？大家咁啊、我自己係主觀啊，梗係撐德國啦，亦都德國而家呢班人啊，去到一個幾適合嘅年齡同埋個經驗累積咗，都係時候要攞翻啲嘢㗎啦。即係德國對葡萄牙㗎咯，大家覺得係係冇錯。咦？咁啊，即係死亡 B 組嘅贏曬玩曬㗎咯喎！即係 B 組第一場。就踢埋拉屎一場㗎喇喎。咦咁咪04年嘅歐洲國家杯係咪又第一場入葡萄牙隊輸波啦咁真係。都睇嚟啦。冇錯。玄機就喺度啦。咁葡萄牙又做呢個角色呀。咁咪好陰功。又見到似斯旺喊啦。04年揭幕戰輸波去到決賽同樣嘅戲碼結果又輸多次。當年嘅決賽斯旺喊㗎。係嘛？咁今年啦，去到今屆，如果又係德國對葡萄牙，又係翻版，咁都幾得意喎。咁就陰公豬咯，斯朗。喂，但喊得幾靚仔喎？佢唔喊得幾靚仔嘅，佢立台立幾次嘅場。陰公豬仔都有啦，陰公豬你使等佢擔心揾幾多錢啦？陰公食唔少啦，陰公好嘢添啊？點解？喂，好啦，咁啊，今日嘅即係歐洲九杯龍門陣啊，去到呢一度啦。咁啊，即係買少見少啦。咁啊，希望大家睇好睇，繼續唔好咁悶嘅波。
睇好波啦。係 ，Tommy 仔有啲嘢宣告，禮拜四由於因為咧就啱啱只係打咗場 semi-final 嘅賽事啊，又未打曬兩場啦。咁我哋而家今集啊分析咗噶啦，咁所以去到禮拜四嗰陣咧，我哋會搞新意思，會有啲特別嘅環節推出俾大家嘅。就歐洲國家杯龍門陣咧，會去到下個禮拜二啦，即係打埋決賽之後咧，先再同大家一齊咧總結分析回味一下。咁啊，係咯，好，再見，下個禮拜見，拜拜。